中国武警军乐团是担负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国歌演奏任务的军乐团，他们今天演奏的曲目是《越过海洋的握手》，指挥郑芳。新西兰在经过土著文化和苏格兰文化长期的交流融合之后，形成了多元的文化特色。新西兰皇家空军乐团二战时期为鼓舞士气而组成，有请他们表演的多元文化，演唱的曲目是《高地大教堂》，演唱者席琳·托纳、萨曼·托纳格林，指挥丹尼斯·斯百德。
秉承海军浪漫优雅的文化底蕴，中国海军军乐团此次用诗歌一般的风情画为我们又一次诠释了与众不同的蓝色风琴，指挥林海峰。法国陆军通讯兵军乐团是当今法国军乐的杰出代表之一，接下来请欣赏他们充满法兰西魅力的表演，指挥马可·弗雷蒙。Thank you.